是基隆社区大学的公民记者，我们请我们的朱先生，我们的船长先生来帮我们访谈几句话。好，你好，请问一下朱先生，我们一次出海都要出海几天？看季节。看季节，那我们大部分都是捕捞什么鱼啊？目前状况是捕家章。然后我们捕捞的这个鱼的话，通常都是就是会送到在正常情况下都在卡马地，都在卡马地。大家好，我是基隆社区大学的公民记者纪义言。现在是凌晨两点，我们来到了北部的一个渔获集散拍卖的中心。这里除了远洋的东西，也有近海，更有一些进口的东西，还有加工产品。在这里如果有客户群所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介绍基隆的一个产业，让大家更了解基隆这个看妈店的一些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他所拍卖的东西。在这里除了一些鱼产品以外，还有一些就是加工的，譬如海带的产品。这都是北部地方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东西。各个餐厅或是消费人群，我们一般市民都可以来到这里购买。初中毕业到今嘛，三十几年啦。300个，因为那个平常讲，全台省要像康巴店这么集中的一个鱼市场不容易啊。现在康巴店更繁荣，以前只有大概只有三十几家那个商店，现在变成不止孝义路，爱义路这边也有了，两排都出来了，大概有将近100家。咱家会食遮济吼，啊，请问遮会员大部分拢伊都用啥物方式？李白，是。本港的啊，鸭柳的啊，然后大陆养殖的啊，然后南部养殖的啊都有，分好很多区块了。很多区块，那有没有空运的？空运的也有，鲑鱼啊，像鲑鱼啊、红条啊，都空运的。那像这些拍卖的那个的渔获来讲，这是委托的还是你们自己去收购？大部分都委托的。卖多少就是包多少回去。那这个像这些渔获啊，他们来购买的这些消费群大部分都来自于哪里？餐厅啊，菜市场，鱼贩啊，然后学校啊，新竹以北，花莲以北。当下只有夜市，晚上大概一两点钟开始，到五六点钟就收摊了嘛。那个极限一在，只有专业的人影才会到这里来嘛。那其他业余的来参观的人不是很多。
记者现在来到，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康巴丁的会长，彭会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康巴丁的文化历史以及它的这些货物的来源跟消费群。会长，麻烦你。谢谢。我们这个渔行的发展呢、是从明末清初啊，才渐渐成为一个类似市场的那种集散地。那以前因为那个渔业不发达，船只小的关系啊，大部分都是沿海作业，而且做的是大部分都是小的，比较小的鱼种，大的鱼种比较少。那以前的营业方那个经营的那个鱼的种类啊，是以干货还有腌制的，生鲜的比较少，因为那时候交通不发达的关系。那一直到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啊，日本引进那个船用机器，那时候台湾才开始有机器的那个渔船在生产近海跟沿海的鱼类。那从此以后销售的方式就进入渐渐一种专业的销售方式。那一直到1911年，我们这一条街在日本人的规划，细川河的第二年，我们这一条街建好以后，本来在中欧路那边跟那个爱义路那边的一行才跟日本人全部转到这边来。那一就从此以后就进入一种很激烈的那种商业竞争，尤其跟日本人的那种竞争非常厉害。但是我们台湾人比较团结，台湾人一定是拿给我们本地的商人卖，那日本人的渔船都是专门给他们日本的那个渔行卖。光复以后又转变一次，国民政府过来以后又转变一次。那一行在最惨淡经营的时候是在民国50年前后。怎么讲？是因为鱼市场跟一行竞争。就已经有鱼市场的出现了。鱼市场跟一行的竞争，而且他们因为有政府的那种支持，来打压一行。禁止生鲜的鱼货到渔行来卖，可是这种情形因为跟法律有相抵触，我们就一直抗争。一直到民国62年，这个抗争才结束。那民国62年，一直到民国70年这到8年的中间因为那时候渔船的那种马力啊增大，而且船只也又扩建，一直往远洋的发展。然后远洋经过这种转变以后啊，我们基隆渔行的营业方式又改变了，因为尤其是高速公路开通以后。变成前那个西岸从台中，东岸从花莲以北，以北的10000都来基隆这个地方来买货，因为这个地方的渔货是以生鲜渔货，吸引客户，能够吸引各地的客户，而且这边的集散那个鱼种也。鱼的种类也比较多。
他们一天生意不错了。哎，看那渔获量就知道，生意不错。生意如果不好的话，不会三十几家变成一百家，甚至超过一百家，两排甚至超过一百家了。哦，记得扣，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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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别动啊，记得扣，记得。那这一般的市民就不会来这边？一般的市民他们现在休闲的活动比较多了，时间比较多了，大部分都是星期六星期天，差不多四点以后就会来这边，一边参观啊，一边买货。哦，就是四点以后是一般市民，对对对对，会来，但是在四点以前可能就是餐厅，哎，餐厅跟这渔贩来买，餐厅跟渔贩。谢谢。啊，你看这个机会吼，今嘛甲较早有啥物无同款？无同款就是讲，伊今嘛就是讲养殖的吼，比迄落现捞鱼啊较济。因为现捞啊，因为台湾人老食，咱个外销日本、新加坡、大陆。哦，所以即马渐渐只机会拢无够哦，海产伊落现捞部分无够当食。为啥？以后啊，可能都要靠这个养殖业进来跟远洋的都少了，哎。而且那个渔船哦也越来越少，因为他们不赚钱嘛，他们就不再订那个新船了，所以呢，以后啊可能哦都要靠养殖的啦。困境哦，就是现在哦，一般家庭都没有在煮饭。然后三餐都可能都吃外面，上班族的居多，然后变成说过年过节家里有在团圆，所以我们生意会好一点。一般市场他们生意不好，就是等于我们生意不好，啊，假日也会好一点这样。啊，平常真的有鱼也卖不出去，现在困境就是这样子。其实，在大概95年、96年，我们做那个康巴丁那个文化的时候，他现在只做夜市。白天以后就没有人了，很可惜。那我们也假如说你白天应该去继续营业，那白天营业是做另外一种的层次的那个营业方式。人未来参观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东西，也可以吃到东西。下到这边吃不到东西嘛，所以那个只是在卖渔货，那个效能就没那么强了。如果有吃的东西的话，那个效能就会更加强了。两年来气候的改变，真的渔行真的是影响很大。哦，渔获太少。对，渔获太少。渔获太少，影响很大。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这个鲑鱼，就是由空运进来的这个昂鲷啊。这些鱼类在近海捕捞已经慢慢没有那个之前的多了，所以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珍惜海洋的资源，让海洋的资源能够永远保护，让我们的子孙们永远有鱼类吃。谢谢。